色哥。昨天我又去看了一部老的电视剧，那就是《天下第一》。我小的时候在想，如果我有一天也会金刚不坏神功，那是多么的牛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，怎么样变成低配版的金刚不坏神功。这是我从某宝上买的 cosplay 金粉，我们现在把它抹在我的脸上。爆音！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需要一点水。拧开，金黄金黄的，我们先把水抹在这个金粉上面。我要准备一面镜子。现在有没有金闪闪？就这么一小盒，前胸后背加脸上就可以涂满。但是因为我怕审核不过，所以说我穿了个背心。一股骚骚的。我们已经涂了一大半了。真男人眉毛怎么能是黑色的，感觉很可以耶。好了，我们脸现在涂完了。这太难涂了，它不化。这如果是水彩的话已经涂完了。太累了。男人头发也得染成金色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连头发都变成金色的了。下面我们来试验一下金刚不坏神功到底可不可以发。可以啊！哈哈，瞧吧！啊啊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事实证明，低配版的金刚不坏神功没有任何用处，大家请勿模仿。真的难受啊，我好想洗掉它。好了，我是你们的厕所哥，关注我哟。